你看过了，受伤刀，一切都死，满血秒杀。来吧，剑圣，对面这个阵容没什么空啊，不好打断我们。唯一一个贝雷亚的 E 的推我们 Q 能堵，但是有个特别克我们的英雄，就是他们的辅助，这提毛 Q 直接致盲，我就 A 不了。等于这把我们克对面四个，但是又被对面这个提莫克，其他人对我感觉都没什么威胁。这贝雷亚应该红开的。还有一个隐身在草里面的，先弄这个，没想到吧，我在等着你呢，老弟，被打断了，还隐身，他们这样死了还把对面打野的位置暴露了，什么东西 AD 小法中单卢仙吗？换位置了，装 TP， 送了一元怎么没粉丝牌？你得送那一鱼吃的六才有啊，别送错了。今天有双倍亲密度加一元粉丝牌。帮他红开的话，抓上的概率会比较大。我上路拼一下，铁狼线都压人家塔下去了，直接去他蓝、啊、他果然出现了。对面打野在紫色边红开了，你在蓝色边压线就一定会被抓的，极大的概率应该去我们蓝。没有，回家买装备了，我操。搞不定，我对他有晕的，先退一下，往旁边带一下，他过来可以弄他，厕所还晕 ，AWA， 不能追了，提莫有致盲，应该是快好了，卢仙过来了，而且我们可以杀了，我们移速比较快的，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别 Q， 哇，这光盾卑鄙啊！没这光盾给他杀了升一级 W 减伤就出塔，这光盾有点搞的。真正的大师在抽呢，应该要来蓝，先攒个双刀给他超度一下。我在冥想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别急。别过来给他吓到了， W 会自动锁我们，等他交易，不交易给他 A 到死一样的，他交易我们就交 Q 给他 E 躲了，他的技能有自动锁人的功能。先攒个双刀了，这蛮晚的，对一下，抓个 Q 出来，再来个双刀，再 Q 一闪现，没躲掉，被他推墙上去有额外伤害呀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可以快速回家了。我听到了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念经攒个双刀，再杀这个沙坤。闪现 Q， 他死了，还有闪子。现在走晚了呀，虽然他也有草鞋，但是我这是神奇的草鞋。加上我们的高基础移速，他跑不了的。
应该是没剪，不要砍他，这个是感觉减速，再砍两刀就好了，跟一下，下次再打架支援一下来，应该能赶得到，我续了两次，这辅助给我开个视野，应该可以杀的女枪的，永远都怀着一颗虚，刚刚好，时间到了，人也到了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给他秒！瞬间双刀加 W 加亵渎，瞬间五刀。假装走了，看他来不来。约德尔何苦为难约德尔呢？你说是不是？直接打个龙吧，这里面应该有野。都在里头呢，好了、啊、他这个吐槽怎么看不出来的，给他把 Q 给了，两个双刀来，等着追一下。我靠！等你枪过来，出双刀，一切都死了，满血秒杀，就落地双刀，我要出手，贝雷亚来，别站一起，等他大王再开大梦。但起的话会被他恐惧的，哇还有人气皮，那我去中吧，再给你了，好了，砍两刀他就死了，我这题目是真的有点烦，来来来，都来都来，敢来我让你有来无回。这把推走，大不了减伤，再 Q 这沙坤。哇，被他墙卡住了，多走了一段路。他这个墙价值千金，我只能说，没这个墙我不用绕这个路的，杀完技能又好了。小踢毛，带我一枪，哎呦，这怎么给他杀的？我还想来个五杀呢，感觉这会状态有点下滑了。这会这要是一个八点钟的我，这波绝对不会死的。可惜这已经是一个快凌晨一点的我了，电量有点耗的有点多，开始闪红灯了。这会装什么呀，我都无尽了，我还在拍我呀，还在拍我，还在拍我，还在拍我，差点钱买个绿叉，还差300，这个洛伊刷新了，找他借一下好了，应该马上要来，站远一点，别让小兵吃到 buff 暴露我们，看到没，我说了吧，他会给我们借的，Q 躲 E，AW 减伤再杀了，
好兄弟。他不要R给踢吗？我是可以救他。点地板肯定我们攻速更快的，还差个水准，还没复活呢，还没刷出来。踢毛。哎呦，连上了，可以啊！王管来一下，王管，王管也没在，王管五杀了，五杀了，赶紧来一下！不回我。不回我应该就不是给的，那就再来一个五杀位。感谢400多岁老板的狂欢火箭啊，感谢老板的狂欢火箭，老板大气。他这套装备是绑定的，如果非要换的话，跟你们说换什么，只能换这一件，只能换亵渎，其他的不能换。换什么呢？出银血，因为我们这会是高爆高吸血，唯一只能换这一个破败银血加大红药吸血，嘎嘎吸。哎呦，小剧场肯定是他没发的呀。妈的，怎么感觉还不如亵渎呢？我看到有亵渎感觉没杀的这么费劲啊，打了我多少血，我一吃了3000的血，怎么我觉得还不如亵渎呢？主要这个亵渎穿甲加这个主动把它打到低血量可以释放一下，杀了对面就刷技能了。换了亵渎确实瞬间有点刮了，要不然给他改回去再试一次了。我靠，我五杀呢，感觉没收掉。哎呀，换回亵渎这感觉就对了嘛。哎，这个惩戒收掉的话应该又是一个五杀了，看到没有，当双排晋级华贵铂金二，打了84的伤害。